口袋，突然发现口袋里多了这么个东西。这应该是一个光锥吧？在穷关镇里面，那个奇怪的声音不是说要送给我一个礼物吗？看起来就是这个了吧？这里面封存的是我的起点。不知怎么，我总觉得他们没有恶意，是吧？所以这份礼物我也就欣然笑纳了。虽然在穷关镇里真是吃尽了苦头，但拿到了这个小礼物就觉得还不算坏。改天还要去好好拜谢一下福轩小姐，真是多亏了她的帮助呀。